夸我，夸你，就是顾魏呢是全世界最帅、最优秀、最专一，对老公最好，也是最独一无二的优秀老公。还没嫁出去呢，叫老公老婆呢。嫁出去，嫁出去，今天就嫁出去吧。叫老公老婆。嗯，那我的老婆就是世界上最冰雪聪明，然后最美丽动人，最善良大方，最体贴温柔的好老婆。